中人寿香港超级联赛星期日有港会坐镇香港足球会足球场，挑战前列分子李文。李文开局反客为主，踢得抢姜。开播一分钟，安尼亚禁区内回后，伤愈复出的基华尼敦一射紧紧柱边出界。黄黑军团好快就打破僵局，九分钟王威开出角球，尾柱的艾华顿再交入小禁区，港会门将迈阿帕唔远，仲有何西安祖门前快脚射入。仅仅一分钟之后，李毅海放冷箭，俾迈阿扑出唔远，安尼亚冲前抢得个波，再回后造就王威射入，李文半场领先两球。换边后继续是李文的世界，55分钟胡俊铭睇到定放长波，费利皮尔同即斯利漏晒，俾安尼亚轻松跳过迈阿，再用头槌顶入空门，进一步为李文拉开比数。全场机会不多的港会，这次攻势算是比较近磅，李俊贤推过半场再分去右路，周子谦再交入禁区，可惜李俊贤窄角度射门，威胁不到陈家豪。比赛后段李文仲有波入，兰洛峰顶前想解围的刘学铭同出营的迈亚撞埋一嚿，益了后备入替的张希贤轻松将个波送入空门。最终李文作客以4-0大胜港会，重返胜轨。